Magneto，你在干什么？今天呢，我要来郑重问大家一个问题。首先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，这个袋子。这个袋子呢，是 Cynthia 上班用的便当袋。我还特地买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个性的 shining bling bling 的粉红色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里面的东西呢，我来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有的时候里面呢，可能就会放一些我画的那些漫画稿啊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，有很多纸嘛，漫画稿。然后还有我的水果，就是我上班要吃的水果也有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便当盒，你懂吗？因为我都会带便当去吃，去上班嘛。然后也不知道还收出了一个针线盒，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这基本上来讲，这就是我的这个便当袋。然后里面是已经有那个汁。炫，你为什么已经在摇头了？他又在摇头。然后他今天，我们今天礼拜六嘛，他就说我们就去 Ross 逛。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帮你找一个袋子。我说什么袋子？我已经有了，就是这个漂亮的 bling bling 粉红色啊。他说不是，我说那要干嘛？他说他这个觉得他这个真的很丑，然后叫我不准再用。他说把它丢掉，不能再 bling bling。然后于是呢，去 Ross 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看啊。各位，这以后就是我的新的便当袋。首先我的问题就是，你们不觉得这未免也太大了吗？就整个就很大，然后比起来，我就会觉得。因为你知道我都会带一个包包一个 purse 嘛，那我还要提一个这个，你们不觉得很嫌多余吗？不过后来呢，我还是会觉得它的容量还蛮大。我们家炫一直在笑，所以说以后呢，炫就要强迫我，就是说凡是只要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，都一定要放在 Vantage 的包的那个包包里面，然后水果也是放进去哈。我们赶快来看一下里面的容量哈，放进去对不对？针线盒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带针线盒，然后还有我的 paperwork。好，然后再拉起来。哦哦，以后呢，我就会带个包包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便当袋，我觉得真的很 huge。可是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们难道真的，你们不喜欢 bling bling 粉红色吗？还是喜欢 bondage？只是我会觉得这个还太正式了点。我觉得便当袋，我以前我都是用那种 Starbucks 那种纸袋子弄一下就好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我还特地去买一个 bling bling 粉红色，他说他不喜欢。我们来采访炫一下好了，请问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行？哦，这你个可以好过来，丑你可以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吗？看这个，你哪里不开心？看这个都破破烂烂的，可是它 bling bling 啊，所以里说面都脏掉了，真的很脏，可是里面又看不到，很烂。好，所以说那你来为大家示范一下，所以说你比较喜欢 Vanda 就这一个。这个比较好。其实你选的，小姐不是。这是我选的。如果你真的猜到的话，是因为你选的，不是我选的。是我选的，没错啦。可是就是还蛮漂亮的啦，只是就是还蛮对啊，大这就样是子。逃脱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 OK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喽。那这以后就是新台的便当袋，是吧？对。OK，好，拜拜。